边开边拉才会靠得近一点。什么东西边拉边开？开的门。因为我通常是整个松开再拉嘛，所以当你是边开边拉的时候，其实是就会。这个松开就会冷几几哦，他妈腿都需要的。会冷几几哦。啊，不会啊！一是很吵，现在才十点啊！十一点，你起的先生。而且你还在敲敲敲敲地板。所以我要去我房间洗澡。你就去洗澡。